公路段这几年来将台二线零 K 到五十二 K 陆续做一个整理。那我们这次经营的路段是石门，从台二线二十点五到三十点五 K 之间，是我们整个台湾北海岸最美丽的一个海景。那其实不仅是只有海景，而且我们有山景，都山海成一个青春山海线。那我们早期整个公路以那个运输为主要的一个考量，可是后来近几年来，我们也考量到景观跟我们的公路要一致，那我们的生态也要纳入我们的整个公路建设一个一环里面。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用路人能够看到我们，不仅我们的公路设施是很完美，然后到了我们的经营的一个细地，能够了解它，其实大家看到我们两旁啊有非常美丽的风景。那有时候我们跟其他单位互相合作，包含我们有北关处跟石门区公所，我们共同打造这个适合我们国人啊能够漫游的一个环境。包含说我们可以骑乘自行车哦，沿着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台二主线，甚至我们有些岔出去的一些支线，可以做一个漫游。我想说这部分呢，真的很欢迎每位用路人能够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游览。那这是也是我们景美公路段啊，最也是算非常大一个成就这样子。是我们台二线二十二到二十三 K 石门路段，然后这里平时车流量算是并不是这么大，但是每遇到假日的时候啊，哇，这边车流就非常的涌塞啊。因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没多久，大概二十三 K 的地方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白沙湾的一个景点，尤其到暑假啊，那边真的是很多。那其实我们从这边往外面看啊，就发现哇，那边的海好漂亮。所以说，其实在这边的景观营造，我们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呢是取海景跟山景啊，我们的道路是一种陪衬。那所以说，我们天际线会净空，为什么？因为我们远远看我们的海好漂亮，为什么要一条线在那边好影响我们的景观？好，这部分也是属于我们这边要注重一个点。当初这边就是说暂定是他们的一个处本部在这个地方，跟风管处两个就结合，怎么去整理北海岸的所有的一些非公家机关的部分，就是说违章啊，还有电杆啊，这些会影响旅游的品质，所以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一部分去做，那就把电线杆整个下地，让整个品质，还有包括海岸线的一些违章啊，就把它拆除。那婚纱广场它本身以前就是一大片的铁皮屋的违建啊，是用类似户外的摄影棚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婚纱广场。那是类似说我们把场景本来在室内的场景，把它移到那个地方去。然后这样经过几年之后也种了一些植栽，所以整个的样貌就跟当时一些摊贩啊，还有一些占用的铁皮屋啊，整个的景观是不一样的，那也变成一个打卡的一个热点。原本这里是一大片的高大芦苇草丛，
我们观察到了这一块湿地很适合蝴蝶的停留，也适合作为蝴蝶的栖地，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承包厂商来做一个环境的大改造。我们希望这里可以创造出一个适合蝴蝶生存的生态天堂。在这里，我们将持续做着富裕生态的工作，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在日后这里会成为台二县的秘密生态小花园。台二线三支石门路段有着北部最美丽的那个滨海景色，那靠山侧有着我们非常著名的百年水滴田。那我们在整个做道路景观部分，要秉持着里山文化，有山有海，最重要是要我们做一个永续经营的道路景观的一个维护。好，大家跟着我去我们百年水滴田聚落吧。这个也算都已经算百年以上的梯田啊。割稻跟割草不一样哦。割稻的话，它要正握，正握，正握哦，从这样子做，哦，这样哦，这个握紧哦，然后这个是推，这个是拉是哦，这样哦，好，然后第二个哦，哦，了解，三哦，要正握哈，哎，正握哈，正握，然后拉，然后往前推。哦，第一次进来这里的水梯田啊，让我感觉到哇，这里真的是。第一个风景优美，已经很难得看到，其实整个新北或台北竟然有这么大片的一个水梯田，就会想到啊，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我就觉得说，真的农民真的很辛苦，因为他的付出不见得会有得到相对应的一个回报啦。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佩服这些愿意在这个农耕事业哦持续耕耘的一些人哦。哦，谢谢国之哥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让我参与这样一个活动。这个的话，水圳里面哈，你看，看它的生态里面有什么？这下面好料哎！我们来开宝。这是什么？哇，这什么螃蟹啊？这是那个日本绒螯蟹。哦，这个就是野生的毛蟹。其实我们里山的精神的话，它包含的很广。并不是说啊，我种了一块田，然后种了几棵稻的话，就叫里山精神。嗯，它就整个都会结合到我们的人文地景产。嗯，哦，这个要都结合到里面去，然后就是我们人跟生活上面的一些文化哦，包括我们的农业文化，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好，哦，都要在里面。然后包括就是你要一个好的一个食农教育，嗯，它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是哦，环境的教育也包含在里面。好的环境之后呢？它自然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教育，是哦，生态教育也包含在里面。然后这样的话，整个去做一个山跟我们就山林跟地景跟我们的人是一个结合，这样子，然后跟大家互相共融，是哦，生物的一个多样性，这样才会形成一个里山的精神。所以说，其实跟我们在公路的养护上，目前也开始我们很重视那个生态，我觉得概念是很一样。对，因为路其实。有时候交通量没那么大的状况下，我们不需要把路做得太宽，我两边的一些溪地，我可以做一些哦，做一些生态的一个保护。那包括我们其实慢慢也在开始重视生态那一块啦，所以我们也委托了很多一些学术单位啊，来帮我们
帮忙看看我们是不是两边的溪地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不管是富裕啦，或是说维持它一个现况，而且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一个地方，维护一个环境，然后其实也在维护一个我们老一辈的一些记忆，然后让这一个好环境，然后也继续可以延续下去。就是说我们在用人从这边经过的时候，然后可以看到这一块大地的一个生气昂昂这样，然后就是要把这个理念一直在传播下去，然后大家共同来欣赏，然后可以来享受这个好地方。很谢谢博士哥教导我们这么多的一个里山的一个文化的一种内涵，那也有这个荣幸啊，能够参与到整个稻田收割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后续呢，我会把这样一个里山文化的精神带到我们整个公路总局周边景观营造的一个部分啊，包含说后续我们怎样把它纳入到我们的一个设计里面。我想说，还是真的谢谢我们的博士哥。现在来到了台二线26.3K 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大概在老梅社区前面。那因为这个路口呢，其实当初在路口比较大，常有肇事的情况。为了增加道路的行驶安全，我们特地在车辆指引的线型上面，我们画了很多指引线。来增加道路的安全。那我们当初也跟相关的单位来改善这个从老梅社区出来的路口，将它的停止线退后，能够让它的前进的线型能够更完美，避免去撞到我们的岛头。道路的宽度足够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了让行驶的更安全，我们会把它增设一些类似左转的专用道，让能够左转的车辆有更安全的停等的空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二线的30K500的王公桥。那主要这个桥有比较特别的点，是前后的引桥段它是属于混凝土结构，中间的主桥段是钢结构。那它因为锈蚀的比较严重，那景美段在每年啊都会定期做一些钢桥的一个涂装，或者是钢桥的检测以及维修，希望哦给各位用路人啊吼一个更棒、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用路环境。我们台二线这个石门路段啊，我们有最美丽的海岸线，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做了自行车专用道，能够满足行人跟自行车能够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下，偶尔慢下来欣赏一下我们最美丽的，不管是公路或是我们的海岸的景观，真的大家可以放轻松来这里，我放轻松来这边游玩。我们欢迎所有用路人来这里安全的欣赏美丽的风景。